明天是生死一战，所有人都要养精蓄锐，好好休息。明天一早，我亲自给你布置任务。是，谢站长信任。 明天是个大好日子，所有人都要学习林队长，一鼓作气把共产党赶回老家。是。刚收到火山的消息，火山？对，敌人要发动全面攻势，借助粮荒危机煽动全城百姓进行暴动。时间，攻势什么时候开始？明天，他让我们全面布控，保卫临江。 叶天成和冯安都不见了，是，应该说是昨天晚上的事情。叶天成先失踪的，冯安说他出去找，结果到现在那小子也没回来。那其他人呢？其他人都在，但是都不知道他俩什么时候走的，去了哪儿。要不要分几个人出去看看？不用了，这些人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。等做完了今天的大事。 连他们一块儿都做去。明白。到现在，我们还不清楚敌人行动的方向和目的。不过，煽动群众攻击粮库，造成全城混乱的可能性最大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我跟乔主任已经翻好工，我带队巡逻，搜捕破坏分子跟特务。乔主任坐镇指挥，在军管会全面调度。 同志们，这是一场人民战争。除了阻止事态严重的发展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做好宣传工作。我想强调的是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打起精神来。所以呢，除了马主任之外，秦长庚、陈志海，还有所有带队的干部，我们要对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进行政策宣传，能教育多少就教育多少。 能保证多少群众不走上街头，就保证多少。总之，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，我们绝不可以放弃。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决定我们临江城命运的一刻到了。同志们，我知道大家都很饿，但是我们心里有使不完的劲，对不对？对。为了临江人民，为了我们自己的城市，出发！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，党国会因为有你们而骄傲，任务都清楚了吗？清楚了，清楚了。记住，你们每一个人都不是直接的战士，要鼓动更多的饥民加入到我们的队伍。你们是指挥官，指挥所有的饥民扫平共产党的一切。站长，给我任务吧。你今天就跟在我身边，我信任你，需要你的保护。多谢站长信任。 林江粮食不够，但林江不会饿死人。粮食很快就会到林江的，同志们，你们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主人，要相信党。
相信政府，为自己的城市，为自己的家园，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，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兄弟姐妹啊！杨虎啊，你真好，你真好，杨虎啊，你真好，杨虎啊，老杨，开始，放开我，站起来，狗特务，终于找到你了，说，铁手在哪儿？共产党要杀老百姓，杀老百姓，杀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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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信他的谣言，我们不是，闭嘴！我们是老百姓，闭嘴！我们是老百姓，我们共产党镇压我们，是你们。同志们，谁也不许开枪，谁也不许跟百姓发生冲突。放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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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志们，放人，走。怎么样，老王？乔治，我们的宣传很有成效，各城区的混乱已经得到了控制，只有少部分群众受到了特务的蛊惑，正在向我们的队伍冲击。他们的人有多少？人数不多。可是，我明白，人数虽然不多，但是呢，绝大部分都是老百姓啊，没有办法动。他们现在人在哪里？正在向粮库聚拢。通知老马，迅速奔往粮库，不能让剩下的粮食再有任何一点损失了。如果他们硬要冲呢？老马应该知道会怎么办。喂，哦，稍等，乔主任。电话，你先接。乔主任，一定要你接。乔主任，那就通知人了。行，快去吧。好的。喂，乔梁，我是亚楠。亚楠，我这正忙着呢，回头我再打给你啊。乔梁，爸爸投案自首了。你说什么？爸爸投案自首了。把这事就告诉他。叶老板。乔梁。亚楠，什么情况啊？乔梁，我们家的那些粮食大部分都还在。不是说已经烧了吗？没有。乔主任，是这样的，我想问问你啊，我手里那批粮食你们到底要还是不要啊？那还用说吗？如果你们要，那我就把那批粮食全部捐给政府，捐给临江，这样也可以帮助临江度过粮荒的危机。这批粮食怎么这时候出现了？此事说来话长，铁手他们啊，就是想毁掉这批粮食，他就想在临江人为的造成粮荒。我心里明白，如果这批粮食要是毁掉的话，那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？我们最终的命运一定是被他们消灭。这些天我心里一直纠结呀。亚楠他一直劝我，叫我不要与人民为敌，他这话对我触动很大，所以我下定决心，我就买通了一个特务头子，然后我让他秘密地把这批粮食给转运出来了。做完这些以后，他又帮我逃了出来。啊，当然这批粮食不光都是我的，还有范汝恒他们那一部分。那这么说的话，那烧掉的那些粮食不全是粮食。没错，那个特务头子聪明得很，他把那个粮库啊做了假，那个外面那一部分还是粮食，可里头那些米袋里的面袋里他全装了石头。后来这小子呀帮我逃出来以后，就拿了我给他那一笔钱逃亡去过他自己日子了。太悬了，那现在那批粮食在哪儿啊？这批粮食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。我原本啊，我是想出去以后带着亚楠一起逃亡的，可是亚楠他就是不同意我这个想法，
他一直劝我要做对人民有利的事情，所以我现在也想明白了，我把这批粮食捐给政府，捐给临江，这样对自己，对我们叶家也是赎罪，也可以减轻我的罪孽，还我一个卑微的自由。太好了，明白了吧，乔亮？我这就去。爸，太好了。您的粮食救了临江，我代表临江人民感谢您。同志们，把武器都给我卸下来，谁身上也不能有一枪一弹，听明白没有？卸下来。一会儿我们要面对的是我们的群众，这些人忍饥挨饿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他们可能要冲击我们的粮仓。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用身体顶住，就算群众把我们打死，也要给我立在那儿，不能动手，给我顶住，听明白没有？明白。证明先到先得，我们呢会每人每户每天让你们领取一次，我们会保证足够的粮食供应，直到呢粮食恢复正常的供应为止。民众们别听共党忽悠啊，我们要粮食，我们要吃饭，我们要粮食，我们得自己抢，要粮食，要吃饭，我身后的这些粮食都是免费发放的，政府知道啊，你们呢是受到特务们的蛊惑，不明真相，所以这件事情呢政府不予追究。大家赶快回家去拿上自己的户籍证明，每人每户每天都可以免费领取一次。我们要是拿上证明回来，这粮食不会没了吧？这位大哥，我刚才已经说了啊，我身后的这些粮食都是免费发放的，那么从今天下午起呢，
我们会在全市都安排这样的免费的救济粮食发放处，我能保证每位市民都能领到属于自己的粮食。我还是那句话呀，赶快回家啊，先到先得。如果你早点回去呢，今天晚上啊，你们就能吃上一顿团圆饭。是吧？那市民还等什么？我们回家拿证明去。天佑共产党。老马，老马，醒醒，老马！我告诉你，现在人都散了，没人抢粮了，大家都去领免费粮食去了。小梁，这是真的吗？你在哪弄这么多粮食啊？当然是真的呀。不是真的，市民们去领什么呀？怎么可能是真的？你在哪儿弄的？叶天成那儿。叶天成？嗯。来得及通知你，所以呢就带着部队直接把粮食给运过来了。可是到了这儿我一看情势危急啊，所以我就临时想出这么一个主意，免费放粮，效果还不错。确实不错，你小子脑袋真是转得够快的。哎，这叶天成是出来了，那谁，那范汝恒跟这个潘世臣几个资本家呢？快去救人啊，要不然这个铁手该灭口了。你就放心吧，我已让陈志海他们过去了。现在铁手他们几个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煽动游行上面，很难腾出时间对付这几个资本家，所以现在陈志海他们赶过去应该来得及，放心吧。老马，乔水，三儿回来了。哎，兄弟来，你们有粮食了，快说说什么情况。你怎么伤得比我还重啊？哪那么多废话，啥情况说说。我们前天晚上遇到土匪的伏击，幸亏弟兄们英勇战斗，我们才冲出来把狗日的土匪都打趴了，把粮食都抢回来了。三儿，哎，好样的呀。马准，马准，乔准。哎呀，怎么样，什么情况乐成这样？好消息啊，特大的好消息，中央有回音了，调配的粮食今天已经集中起运，半个月之内一定能到。太好了，有了三儿的粮食再加上中央调来的，那咱们临江一定能坚守到秋收了。一定，一定能啊。太好了，真的是好消息。是啊，老马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哎，谢良，谢良，走。好样的啊，三儿。尝尝这个酒味道怎么样？哎，我记得你原来喝酒不是有一个洋玩意儿吗？怎么不见了？早就让小三给涮走了，这个王八羔子。不过现在这葫芦挺配你的。这是淑芬给我整的。阿良，临江城到现在经历这么多的麻烦，粮荒危机，经济一直上不去，甚至还有一些百姓根本就不相信我们政府。你觉得这难道都是这些特务的原因吗？你说呢？当然不是，这是我们军管会干部的责任。只要我们想方设法让百姓过上好日子，咱们怕谁呀？你说呢？老马，就冲这个，我得给你喝一个。来，你终于想通了。
哎，你还记得吗？之前我们两个人也交流过。我说呀，你说咱们这个临江需要什么呀？需要的不就是发展的希望吗？需要的不就是美好的明天吗？嗯。所以啊，阿亮，咱俩身上的担子重啊。是啊。哎，老板，说完公事了，我想说说我自己的私事。我想等啊，忙完这段时间之后，就向亚楠楠求婚。嗯，到时候你帮我去做证婚人啊。行，我必须做你的证婚人。哟，想通了，没障碍了。叶小姐是个好姑娘，啊，你娶的是她，又不是她爹，管她爹是啥人呢？是不是？老妈，你能说出这些话，真的我心里特别的感动。谢谢啊，谢谢你对我的理解。阿良，我想好了，等过去这段时间，我就向组织递辞呈，你来管临江城。哎呦，你开什么玩笑呀？干得好好的，递什么辞呈啊？哎，你别听娘的啊，这跟娘没关系，是我自己想的。虽然是吧，我马鞍山也是天下第一号大英雄，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对，像这个临江还是得像你们这样有文化的人管，我该撤出来了。你不要太谦虚了，老马。虽然呢，有些时候啊，你做事呢比较莽撞，但是可贵的是啊，你是真心诚意的想把临江城给建设好了，所以啊，你就继续做你这个正主任啊，我呢就安心的辅佐你做好这个副主任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这事就这么定了，等粮荒危机过去之后我就定。哎呀，别折腾了。什么叫折腾啊？一个萝卜一个坑，谁干什么这都命中注定的。老板，我看这样，咱们呢也别说谁是正谁是负啊，咱俩是不是亲兄弟？是兄弟，咱就一块并肩战斗，把临江城给好好建设好了，这才是正经的，你说呢？并肩战斗。才走了几个星期啊，临江城的变化真是太大了。嗯，那是自然的，从建国那天开始到现在，老百姓每天都在庆祝，庆祝得没完没了。老马同志啊，可以吗？我不在临江的这几天啊，临江城依然井井有条嘛。啊，当然了。哎，阿良，嗯，那个申请我记上去了啊。什么申请啊？嘿，还有什么申请啊？请求组织同意你来做军管会的主任。这个申请你真递上去了？你以为开玩笑呢？说记当然得记了呀。这两天呀，我一直在想，罗马鞍山呢抓特务打硬仗，这是确实是天才。但是管理城市呢，还得是你这样的，你这个秀才型的。但是老马，我觉得你这么做不太合适，因为这个让谁当一把手啊，那是上级考虑的事情，你这么一来就变成好像是咱们要指挥上级做决定似的，不合适。哎呀，乔梁，这是人家马大哥的心愿嘛，你说那个报告都打上去了，就等着上级的决策吧。啊，对，弟妹说的对，这也是我的心愿。哎，既然这个报告已经打上去了，你呀就等着组织上光荣的决策吧。哎，那个阿良，我跟你说，你走的这几天呀，我想出了一个特别伟大的计划。是吗？这么厉害？当然厉害，这个计划是全国都没有，我们是第一家，如果这个做好了，咱们临江一定能够脱胎换骨，更上一层楼。行了，别吊胃口了，现在就说说说听听。那不行，现在不能告诉你，回家慢慢喝酒，慢慢告诉你。喝酒喝高了没法说了，喝高之前啊一定告诉我。哎，阿良，弟妹，你们去北京度蜜月怎么样啊？去开国大典了吧？哎，看见毛主席没有？
我们呀还和毛主席合影了呢。哎，低调低调低调。跟毛主席合影了？对呀。真的？当然了，那可是有照片啊，这可就是我们的证据。我看看看看看看吧，羡慕吧，羡慕吧。这也叫合影？怎么啦？不服吗？老板，我告诉你啊，本来呢我们确实是有一个庆祝晚会要参加，嗯，这个是可以和主席一起吃饭的，嗯，但是考虑到呢我们这是个人行为嘛，是去度蜜月的啊，就不好意思呢打搅人家办公厅的同志了，所以就没有联系啊。于是呢我们就作为普通的老百姓呢在北京游游荡荡，用全身心感受一下咱们新中国的新面貌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。哎呀，真是好啊，真是羡慕啊。哎，阿良，你说如果我跟你嫂子再重新结个婚，也去北京度个蜜月怎么样？不大可能，因为嫂子马上就要生了。嗯，但是呢以后到北京开会的机会我觉得还是有啊，别着急。这倒是。白大哥，嫂子和娘都在吧？啊，在在在，都在。你们两个大人物回来了，能不在吗？正在家做饭等你们呢。阿良，嗯，你说怪不怪？这两天你说我这脑子里啊，整天都是咱俩小时候的事儿，满脑子就是你的影子，你说怪不怪？怪什么怪？一点都不奇怪，谁让咱俩是兄弟呢？对不对？那倒是。哎，对，说到这儿呢，待会儿啊，路过那个清水镇老宅子的时候，拐一趟，我准备带亚楠啊，去看看我们那个老宅子去。嗯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猴子，听见了吧？哎，没有问题。哎，阿良，这段时间你回来过？没有啊。那这脸怎么回事？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。是不是娘派人来弄的？那不会，如果这样肯定会跟我商量的，我都不知道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猜了，你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走。真是奇怪啊，还真是有变化。这何止变化呀，完全是个新房子。乔良，这就是你从小长大的地方吗？对啊，这就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。走，带你去看看。好。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一家人在这吃饭。我跟乔主任吃饭喝茶吧。对，长大的地方真好。跟你们家的院子的布局不太一样吧？太不一样了。哎，你看好吧，好，我小时候经常啊，这是养十条鱼，我能钓出八条来。你给我扎个猛子。我给你扎猛子。阿良，敢不敢？哎，干嘛呀？干嘛呀？老一套啊！行，给你比试比试。乔良，加油啊！你小子加把劲儿啊！今天就很难说了，刚从北京回来，鞍马猴子。猴子，哎，坐这啊！好嘞。乔良，乔良加油！马主任加油！乔良啊，乔良，你小子就是不行，我告诉你。我说不行，我可以把你推水里的。我把马都推下去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快点！小心，小心！来来来来。哎呦，马主任、乔主任啊，你们两位过来，怎么也不给郑理打个招呼啊？哎呦，林镇长，你们怎么突然来了？哦，幸亏我们这位同志啊，在镇口看到您的车了。哎，你们两位大主任呢、一块儿到我们清水考察，我们得全程陪同才对啊。哎，严重了严重了，不叫什么考察，也不叫视察，就是想过来看看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嘛，想念了哈，过来看一看。啊，对了，我介绍一下林镇长，这位呢就是我们清水镇的镇长，叫林卫国，这是我的爱人亚楠。哎，嫂子好，林卫国向您致敬。别那么客气，来坐吧。坐吧，坐。我说老林，你这国民党官风学的倒是够快的哈。马主任，您批评的是，这几天学习不够，这个思想作风有问题了。行了行了，别扯了，你扯没完没了。你们过来干嘛？哎呦，我差点忘了，乔主任，
这份文件呢，本来准备过几天送到城里交给您的，哎，这不，您碰巧来了吗？又在这宅子里，我想这样给您正好。什么呀？哎，您自己看看，是您的。严格意义上讲，是恢复了您对这宅子的归属权。乔主任，您也知道，自打乔老英雄殉国，这乔家老宅就一直空着，哎呀，从来没换过主。这不，您现在回来了，这房子应该交还给您。我们只是履行一下程序。哎，你看这个地契，我要不要收啊？于情于理呢？是应该得收下，这毕竟啊是你们乔家的这个房产啊。不过我觉得呀，怎么了？以你现在的身份再回来住，怕是影响不好。你看能不能这样，房契呢你收下，但这个房子呢还是交给镇里使用，办个学校什么的也算是回报社会，你看呢？那行，我就先收下了。镇长，这个房子呢，以后该怎么用，我再合计合计。好，那就好。只要您喜欢，宅子做什么用，我们全力配合。行，这个地契就谢谢你们了啊。另外啊，镇长，我还想问你一句，我看我这个院子变化挺大的，你是不是找人修缮过呀？啊，报告乔主任，是我们主动做的。只不过呢，这个修复工程呢才刚刚开始，这不还没来得及展开，你们就来了。这还叫没展开啊？啊，院子已经变化很大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呢到此为止了。啊，这个院子呢要不要修，该怎么修，我自己决定啊。你一下派这么多同志来帮我修缮这个院子，我承受不起，听懂了吧？哦，懂了懂了懂了。乔主任说的对，不能让这些干部给当官的干活，这是我们的命令啊！这个院子的修缮工作到此为止。哦，是，到此为止，绝不再添一砖一瓦在家吗？我是顾小三。小三哥，小三哥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刚起来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干什么？万一咱们要是被人看见了，我不管，我病了，我病了就要抱着你。你病了，你要不去医院啊？不要去医院，我病了就要抱着你，抱着你我就觉得好多了。
这顾小三儿怎么还没来啊？快了吧？这不是说要给你接风的吗？你着什么急呀？嘿，这个臭小子，升了个芝麻大的官，铺还大起来了。淑芬，不等他，我们先喝，把菜端过去。娘，这二儿媳妇不是在这儿呢吗？你干嘛折腾我个大肚婆啊？端过去你就歇着吧，还剩俩菜，我自己端。行，娘。娘，我知道你跟我身份，没事的，这些活我都能干。放心吧，我会把乔梁照顾得很好的。那个菜我给你放这儿了啊。少喝点儿，这菜还没上来呢，就喝完了。来来来，你们来弄吧，上大菜了啊！哎，嫂子，怎么让你来弄？坐，你坐，你坐，坐你的，坐着，坐着。哎，怎么回事，亚楠？不是说吗，让你帮忙，你怎么让嫂子挺个大肚子干活啊？嘿，你这这弄得那么见外。哎呀，娘是用我用惯了，这亚楠不是刚来吗？娘把他累着。快坐下，坐坐坐坐，碗筷呢？亚楠，你呀，别太在意了啊。娘呢，她是对你还不了解，等以后时间长了那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嫂子说的没错。马大哥，嫂子，放心吧，我会融入到你们这个大家庭里边来的。我把家里的佣人都辞退了。哟，什么？你把佣人都辞退了？对啊，亚楠自己做的决定，给了钱，把这些人全都送走了。你说现在都是新社会了，哪还能使唤佣人呀？我们家的公馆呢，我想等我爸爸改造出来之后，跟他商量一下怎么办。我这个新社会的新女性，一定会做一个好媳妇儿，做一个居家的好女人。我想，娘迟早一天是会接纳我的。弟妹，你这话呀听着痛快，我这做哥的真心替阿良高兴。来，哥哥敬你们一杯。哎呀，马大哥，我哪受得起您敬我一杯啊？以前都是哥哥不好，那个一直跟你较劲，现在呢，这个加上赔罪，加上祝福，来，都在酒里。谢谢马大哥。娘，弟妹现在非常好，人家连佣人都……阿良，我也琢磨过来了，我不能总是强求你，既然决定了就好好的过日子。不过你要记住，不许犯错误，不管谁的原因。娘，我怎么可能犯错误呢？谁犯错阿良也不会的，您放心吧。行了，难得两个媳妇儿都在，一家团圆，来，娘敬你们。娘这话就是中听，来来来，干。娘碰一个。谢谢娘。嫂子，嗯，来来来，我来。不用，这脏活你怎么能干呢？听我说，孕妇要少碰凉水。来，冰，把围裙给我。行，来，体验体验。奶奶，长这么大都没干过这活吧？这活以后呀，我还得经常干呢。没事儿，嫂子啊，嗯，肚子里的宝宝，你觉得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管他男孩女孩呢，现在呀，你跟乔梁结婚了，那我就更不用担心了。到时候只要生下来是个全魂儿就行。关键呢，是熊孩子太不争气了。你说啊，他要是早点出来，那时候正好赶上国庆啊，到时候全国人民都给咱庆祝，那多好啊，是不是？没事儿，反正我觉得这孩子出来吧，肯定是件惊天动地的大喜事儿。亚楠，你说的话呀，我真爱听。哎，对了，你跟乔梁准备什么时候要孩子？嫂子，我刚结婚就问人家这个的呀。
上的纯真情怀，染成了满天飘落的尘埃。是谁在无尽的徘徊，迷失了，再也回不来。怀念京城的英雄风采，激情伴随信念的年代，回忆泯灭在茫茫沧海，灵魂留下来。终成永在。